好歹要近一点哦。好，我们是很可爱，我们还上前一步好不好？可以吗？好，那真的是非常非常，一二三，往左边来。好，看一下左边的媒体朋友。主人翁真是超萌超可爱的，好，谢谢谢谢 ，so sweet， 超级甜的，都被融化了，非常谢谢 Papu Lady 今天来到我们的拉手甜蜜时光的茶会的会场，很甜蜜的画面，真的是疗愈性的画面，然后希望好，我们看左边的记者媒体大哥，那么当然呢，再一次我们也希望。一直到这个明年的3月20号，一定要来到这个我们的拉拉熊甜蜜时光，跟着我们拉拉熊一起的甜蜜，一起的幸福哦。